干啥呢？猪猪摔倒了。咋还摔地上？我俩刚才闹了一下就摔倒了。哎呦，那闹啥呀？哎，赶紧进来吧，哥，你给我买冬瓜树叶了吗？没有，脖子是我吃的，上课。啊，行，你去吧。你别搂他。不是。怎么说啥吧？不是你现在薅我薅这么自然吗？我感觉拉你的手，就像是整个冬天都充满了温暖。你可拉倒吧，行不行？我俩玩游戏啊。啥游戏啊？双人成行。你自己玩吧，还是？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很般配，比如杨过和小龙女啊。至尊宝和紫霞仙子，还有我和你。谁？我和你。啥玩意儿？你说的？啊，没事。怎么不开电视呢？俩人有人存。你打开一下呗，玩会游戏啥也行。哎，王哥，你给我看 PPT 呗。什么 PPT？ 你看这个表格我做的怎么样？不是你这个。看完。你这个，你说我干啥？我你干啥？不是你这是行还是不行啊？这个是？我看看。不用。我感觉行，挺。我也感觉行，我也感觉很好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是不是很好？兄弟，打电视来，打会儿游戏来。游戏。干啥？今晚得早点去啊，时间可不等人。